前往农村开封府哈那边来做个座谈会哦。那在那边呢，我们会有好吃的冰棒哈，请各位同学哈来享用哈。接下来我们这边还有，参加青年壮游活动的一个证明书哈。那等一下我们请两位同学当代表，那其他的同学就是请老师回去之后再发给各位同学。那个赖秀仪在吗？好啊，机会难得哦，要找他签名的话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现在要开始做一个双向的一个交流活动哈，就是你们到这个壮游点了，你们有什么样的体会哈？我们做一下心得分享，然后我们请理事长跟你们座谈哈。那是不是借重各位的双手哈，欢迎我们理事长。行程下来到现在哈，我们还是要回到你们真正的在探索农村这一块哈。你们怎么来？今天整个行程下来，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？那我们希望大家尽量去表达。我是台北的，台北的，在高雄读书。好。然后我觉得今天还蛮有趣的，觉得很特别。好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的王建明，来自于马来西亚。对于今天本节目呢，都觉得还不错。我是余广辉，来自马来西亚，然后觉得这次的活动蛮开心的，然后蛮喜欢这次的活动，是这样。其他想法想要先表达，然后就直接来，这样会比较快。好，来。这个区里面可以增加类似像民宿这样子的，就是让人家有一个地方可以住。因为这样子，我觉得好像早上来，晚上要赶回去，我觉得会有一点小感的。然后也不能真正的完全体验到我这里的整个社区的一个环境。因为我个人是有去过蛮多的农场，然后有看到他们自己本身有几间的一个住宿区，然后可以到里面去住，然后到里面去享受这样子的，然后跟当地的农民做交流。对啊。我们这边是有，现在里面有一批学生在那边，我们安排在那边住下来，所以我们也都会，如果你们是两天一夜，我们就会安排这一块，就进来你们就可以放心去办旅游设计。来自哪里？我来自马来西亚。对，现在什么天气？我一来我就很满意，因为很凉啊，就很不会很热啊，就算太阳很晒的话，我就觉得空气很清新，我蛮喜欢的。对啊，会不会再重游？啊，会不会再来？再来会。好，对，我觉得自己真的不错啊。对，我们整天的行程安排有什么想法？包括吃东西，你们满意？东西真的蛮好吃的，然后行程是不错，真的不错，很好，非常好。今天这个行程能来到这里很开心啊，也第一次来到这样子的地方，开心可以看到稻田。其实每一个农村，它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农村，它面临的这种所谓的整个世代的交替，然后慢慢趋向于没落之后，其实这个在世界各国各地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了。那在台湾，其实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块，所以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地方，其实就像这里。那其实像我们在屏东，我们屏东也尽可能的在发掘每一个社区的一个独创性。所以我们也会不断的去营造整个社区的一个特色。那这个其实我也会觉得，像各位马来西亚你们来的同学，你们来到这里两年，你们学的就是为了学设计。当你们学了设计两年之后，回到你们马来西亚，这个东西就是以后你们可以在马来西亚去推行的。如何去帮一个没落的社区，如何去帮一个没落的村庄重新去做规划，去开发这一个社区或村庄它特有的一个文化特色，然后呢，让整个社区去做基本的转型，可能从传统的劳力一直转型成变成一个观光的产业。OK 吗？所以这也是我会希望大家这一次来这边看所能得到最大的收获。OK， 谢谢今天呢，理事长他们真的很用心跟很有包容度的对待你们，对你们种种失控跟失序的行为，都是用给予最大的包容度。那其实你们其实回想今天一整天，他们真的把你们当自己小孩在照顾，每一个景点下
享说，这样的体验过程里面，可能对你们有些同学来说，杰西就会觉得，哎，这是他很熟悉的地方。而对很多人来说，他就搞不清楚那个是稻子还是葱还是草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只有你们，我们台湾的学生也是这样。哦，那我觉得呢，既然都已经来到台湾，这样的一个体验，我希望是给你们新的经验。好，那包含我自己也讲过，这个地方我没有来过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地方是我一直很想来。因为你们现在到这个点，是现在最热门，搜寻网络上最热门的一个景点，所以刚刚有看到很多人是自己来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其实这都是一个，我觉得我们刚刚好是一个很幸运，然后这边，然后我们的体验又比别人多。哦，那我们当然会觉得也很开心，今天各位都有平安的把所有的体验活动都完成的。哦，好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来到嘉义新港。甚至是北港，真的是第一次。好，那我觉得其实我自己老家在盐埔，也是在屏东，那边也面临到一种就是青年的一种外跑。那我觉得其实整个社区营造的感觉是，就是尽量把青年人吸引回来。我觉得这是一种以现在为止在都市工作的青年人，或许有一天想到说他们想要回到家里来。我觉得这是先营造给他一个空间之后，他们就会慢慢回流。那我觉得其实各位来这边之后，有些你们回到马来西亚，你们可能会想说，哎，我们家乡好像也有这样情况的时候，其实你们尽量把这种在这边学到的东西带回去，有一天说不定你们也是可以创造类似像这样子一个环境，好让你们的身边的朋友慢慢的回到你们家乡，回到故乡这样子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，因为其实其他老师讲过一些。好，谢谢。做这一块哈，都要很小心，因为我们要先抓住人才，哦，要先抓住人才之后，然后有一些流动人才应该要进来。目前哈，青舞会那边主委也一直在跟我在对话，讲说怎么让青年返乡这一块的基础是什么。哦，那所以这个台湾目前在推，未来国外也有人都一直希望农村这一块哈，它能够跟都会连接在一起，因为我们这个转变太快了，希望哈我们整个台湾的变化哈。来，那还有没有人想要补充？用你的脚步到我们这个围在我们这个墙的后面，我们拍一张团体照，好不好？好。好 ，OK。有没有感觉？没有。哎，那我照做的，可以准备上车了，车子在外面。好。好，各位同学再见，拜拜。说弟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祝你晚上有个好梦。